小黑又出来了，今天我爸出院了。老叫你，大王去给我爸从医院接回来的，我和小王也就顺便跟回来了。我妈在屋准备饭呢，这会儿都中午了。我妈炒的黄瓜鸡蛋，这个是糯米笋炒肉。口罩爸直接扔了啊，没有了，拿回来可多东西了，一会儿拆吧拆吧。这两天感觉咋样啊，咱呢？我喜欢嘎嘎平稳嘎嘎平稳。他进屋吃饭，早上到现在没吃饭呢，一会儿再收拾这些东西。他吃饭了，他拿凳子你装忙吗？他去看看那个鸽子咱们在窝里边住。你是不是去看看鸽子去了？吃饭没有，我们找了今天没在家。鸽子没在家。晚上回去看，就一个搁在那边趴着。爸，你一顿不就二两饭吗？那些饭好像多吧？那也是些行，没事。妈，你不吃啊？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就你俩吃点，慢点，别着急。你穿鞋呢吗？我上炕了。咸的东西少吃。小王上炕了。你确定不吃啊？还老香了，又黄又白吃，不吃完了。老弟，买个菠萝蜜又到了，一会儿把快递啥都拆开吧。等会儿能吃完饭。你长点记性吧，先别拆，要好了再拆。穿鞋干啥，儿子？出去喂黑子呀。出去喂黑子，把这些都给他吧，这些。我拿不过来呀。能拿过来。咱等半天了，饿了，小黑。还有没有了？都给他，别给他皮儿，别给他皮儿，没了。还有一根吗？都喂他。行吗？能打吗？差不多。那一会儿就打开它。是啥？是啥玩意儿？黄瓜籽粉。这黄瓜籽粉是给六老拍的。六老说六老爷缺钙，完让我给拍的。妈，你待会儿给送去吧。是啥呀？这个是给小王买的苹果。儿子，你看这苹果，肯定你能喜欢吃。苹果是苹果梨呀。苹果。他都没在家。这是鲨鱼裤。这是我的鲨鱼裤，嗯。这个是被。这是啥呀？这是被罩。买了两床被子，还有一个被罩。你看这是啥，儿子？苹果梨。苹果梨。这个是米线，这个是青春版的，你待会儿尝尝。什么意思？啥是青春版的？青春版和那个老版的那个，它里边配料啥不一样。牛筋肠。对，这个现在红肠有活动了，就是买10根红肠赠3根牛筋肠。待会儿你尝尝，这牛筋肠老好吃了。这俩挺沉的。这是啥呀？啊，油条粉，无铝的油条粉。你看啥呀？说呗。辅导儿子好好写作业啊，用点心。苹果。儿子真一点不用心，这发型。这个是剩的糯米笋。我是命。这转眼就天黑了，又要吃晚饭了。我妈煮的饺子。我妈包的那个是韭菜鸡蛋馅的饺子，就是早上剩的馅儿，然后这是中午剩的菜，都是一会儿小王他爸回来就现成的，给他搁锅里热。刚刚给菠萝蜜开了。一会儿等我姐回来把菠萝蜜开了。嗯，你跟小外甥想一块儿去，等会儿你爸回来吃完饭，然后让你爸和老舅一起整那菠萝蜜，行吗？嗯。扶着碗，儿子，好好坐着。哎，这萝卜蘸酱老香了。这碗我不沾酱，啥食谱？打什么蘸酱？妈非得要给你再整个菜，俺们都吃完了。不用，有啥最后吃一口就行。还说要给你买去，我没让去。这大碗买什么？不大吗？这穿。这会儿家里边来客人了，然后
那个他也下班回来了，他给小黑准备的衣服，我妈炒的那个白菜还有蘑菇吧，那是嗯高高的，今天正好回来了，吃完饭就你俩就整它呗。行，咋的了？没有啥。酱油，饭勺子。饭勺子。我去，我安排一个去，快点。好着。可懒了，白天让他整，他说非得等你回来。是懒吗？他自个儿就能整。本来就懒。我白天让你整，他不整，你非得等姐回来。本来就懒，还找借口。别补刀了，儿子。你说就这么容易不拉着？虽然说难扒点儿，白玩意儿呢，你说，挺难扒呀。你尝好不好吃？挺好吃。挺好吃，你也跟着扒吧，你们仨扒还快点，好不好？你会不会，小王？我是啥不会，我是八宝米出身。八宝米出身。是哪样的？嗯。